仙儿，这是你的，别去找你姐了，干。啥表情，姑娘？不好吃还嫌弃啊？啊？吃黄瓜。啊，你听话，对，听话不打屁，对不？嗯。完了，给他了。生气，干啥？你俩薅头发，仙儿啊？长头发啊！刚长头发，完了，姐生气了，姐哭了，咋哭的？大宝子，完了，姐装像呢。谭姐妈，瞅眼，看装的像吗？啊，瞅妈妈，哎呦呦呦，装的真像。他不哄你啊，就能给你吃，心儿是不是？哥，真是，生气了，你姐。